那个头就不舒服啊，头就不舒服，头就不舒服。看到一个影子啊，从地球啊，向地球飞来啊，然后就钻进一个洞里面啊，然后从里面就出来啊。那个洞啊，就是这一两天原本的时候拿出来，被你啊，将在地球上挖个洞啊，从一边进去。从另外一边出来，但不是在正中央啊，不是在地球的正中央，开的比较边一点的啊，后面就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